来，有。Cup, a plate, bag, 有用过这三个吗？这三个有没有用过？有没有见过？一个都没有见过。a plate 见过 ，a plate 见过是吧？在什么时候见过？在什么时候见过？我靠 ，a plate 都见过。靠和 play 都见过，你先把我们以前那个学过那个让大家强记的东西，我再复习一下，大家看还在不在那基础上啊？我们在这有一个 per type 当中有一个叫 sleeves 当中点 call or wait， call 那个 divs 还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有这个 call 用到了吗？还有我们在前头学过哪一个东西让大家强记的 ？mass 点 max 点什么 ？apply， 然后在里面使用一个 now， 然后再设置一个 away， 是不是有这个？记得吗？嗯，这两个东西就叫做 call apply， 具体啥作用我们得知道，了解了作用，我们才能了解我刚才写那两句话到底啥意思，是不是？那为了执行它，我们先写一个叫 fn1 的函数。FNE 的函数，这个函数当中有 number 一，还有一个 number 二，两个参数。number 一和 number 二两个参数。然后当我们去执行 FNE 时，我们设置 this 点 number 一等于 number 一，这样能看明白吗？我在这里设置下划线的，这也是设置下划线的。this 点 number 二等于一个下划线 number 二，能理解我这句话吗？理解吗？如果我在这里设置 fn 一三和五，那么这样我们会有啥变化吗？有啥变化吗？什么变化？我们会在我们的 window 下面多了两个变量，一个变量叫 number 一。一个变量叫 number 二，看一下，抛出点 log number 一 ，number 二。你说老师，你都没定义呀、啊，它怎么就能有呢？不信，绝对没有。嗯？怎么就有了？为什么？对 ，this 就是 window。在普通函数当中 ，this 就是 window， 因此我们等于给 window 下增加了两个属性，一个叫 number 一的属性，一个叫 number 二的属性，对吗？听清楚这个意思了吗？啊，所以这是两个属性。OK，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下一个，当我们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obj 是一个空对象，什么也没有 ，obj 是一个空对象，什么也没有。那紧接着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 FN1 当中我们使用一个 call， 使用一个 call 呢当中我们把 obj 带进去了， FN1.call 就是函数名是吧，点 call 把 obj 带进去了，带进去以后我们后面紧接输了一个3，输一个5，哎，输一个3一个5，这样输入完了以后呢，我们在这里 console.log 去打印一下谁啊 ？obj， 打印一下这个 obj， 打印一下这个 obj。好，我们在这里打印一下 obj，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bj 呀，怎么多了两个属性 ？number 一 ，number 二，是不是？那么所以这个 call 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发现相当于把这个 call 给放到这个 fne 里面了。我发现把这个 obj 是不是放在 fne 里面了？放在这个 fne 里以后呢，我们让这个 obj 就替代了谁 ？this 啊，让这个 obj 就替代 this 啊。那么这个 this 就指的是谁了？这个 obj 这个 this 就指的 obj 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把 obj 设进去了，然后后面 number 一就等于这个参数的 number 一。
number 一就等于参数 number 一，也就是我给 obj 增加了一个 number 一属性，等于个三。这个 obj 增加了一个 number 二属性，这个时候就等于个 number 二，理解了吗？理解了吗？我们从这里看到，这里就相当于我们把 obj 混入到了函数当中，替代了函数中的 z 三，将 obj 混入到函数中，替代了什么呢？替代了函数中的什么 this？ 前提条件是函数中得有什么？函数中必须有什么 this？ 你要没有 this， 你替代进去，替代谁去了？是不是没意义了？是不是没意义了？你要函数当中谁你都没有，你还替代谁啊？你使用 call 就没一点意义了。所以一般来说，这种 call 啊，它只用于什么呢？有 this 的函数，听明白了吗？它只用于有 this 的函数。那么再紧接着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是可以替换进去的 this。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东西啊，另一个东西我们叫做什么呀？叫做 apply， 叫 apply。那我们在实用时是 fn1。然后点还是函数名哈 apply， 在使用 apply 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使用 obj 把它带进去，只不过不一样呢，就是第二个参数我不再使用什么了，不再使用直接一个一个参数放了，我就直接使用一个数组，把参数放在这个数组里就可以了，听清了吗？我使用一个数组，把参数放在数组里就 OK 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完成了这个工作，对吗？是不是？这两个实际上是干什么呢？是一样的，只不过不一样的就在于call中啊，设置函数参数时，参数是逐个填入，而这个 apply。是将参数放入在数组中，直接在第二项，然后将数组放在第二项，也就是说他们俩的就这一点写法不一样，其他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能不能理解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想一下这个东西，来，我们现在想想这个 max.max.apply 它的作用为啥这么写？你想想这个啊，我们在前面呀，那个 max.max 这个函数啊，它里面是不是可以放入很多很多参数的？3 5 6 9 10是不是这样放入？是不是有很多参数啊？是有很多参数是吧？那么有很多参数，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写入 max.max.apply，null 就是没有替代那个里面的 this 啊？填入个 null 就把里面的 this 替代不替代？不替代。填入 null 就是不管里面的 this， 里面的 this 我不替代你。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数组，是不是就放进去？我填的时候是不是作为一个数组放进去？是不是这样写？是不是这样写？它也等于执行函数了，是吗？有同学说，老师，我那个里面没有 this， 不需要替代，但是我是不是就等于把数组当成参数填进去了？看到了吗？把数组当成参数填进去，那么你如果能把数组当成参数填进去，那不就完成这件事了吗？那我外头不就是这个数组吗？你想想外头是不是这个数组？外面就是这个数组，对不对？然后你使用的时候就 max.max.apply 什么呢？ null， 然后再把我们的数组填进去，这不就完事了吗？这不是求最大值的吗？现在能看明白了吗？它是借用 apply 将参数以数组形式填入的方法，就是借用
借用 apply apply 啊 apply 调用时调用时啊，第二个值是以数组填入参数的方法啊来解决来完成了。现在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是吧？那么前提条件也得是你这个是数组，肯定是操作数组的，对吧？在前提条件你也得碰上人家函数里面有若干个参数，对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就用它，就这一道是用这个方法。哎，那现在再想想上面这个又去怎么理解？这个我们知道靠的作用是干什么呀？靠意思是什么？是调用把这个 divs 混入在里面变成谁了？ this 了，是不是？是不是 this 啊？那么这个 array 的 prototype 就是我们的数组的原型，是吧？它原型下面有这个方法，原型下面是有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里面有什么？有 this 的。你说你咋知道呢？我猜的，我也没看过，这玩意儿谁能看得到啊？这个原生 JS 里面，知道吧？它的底层 API 是谁都看不到的。而底层 API 就是镶嵌在浏览器里的底层 API 你看不到的。就是这个方法 ，slice 方法具体都咋写的，我也不知道，看不见，没有给你暴露出来。如果把这玩意儿给你暴露出来，那不用说了，我给你再写一套 JS， 甭说我给你再写一套 JS， 我给你拿 Java 转一套 JS， 你写一个 Java 给你转成 JS， 为啥？因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你不知道原生 API 什么都做不了，知道吧？那么也只能猜，我猜 Swift 可以这么做，我猜 Concrete 也可以这么做。你咋猜到？猜不能乱猜。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以前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这块使用数组 array 等于一个 array 一等于一个数组某一个值。那么你在这里使用这个数组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 array 1.slice 这个方法是通过 array 1来调用，不像这个 max， 不像它。我们说这种方法叫什么方法？这叫动态方法。这种叫啥方法？静态方法，是不是？也就是说我根据这个对象才去调用的。那么不用说，只要是根据对象来调用，那它里面一定有 this， 这是我开发这么多年一定判断出来的。只要是动态的属性方法，你要去操作这个 array 一，那必然就有什么呀？就 this。 那么我可以模仿一下这个 slice 里面的我可以模仿一下 concrete 里面的这个方法， concrete 里面的方法，当然 slice 也能模仿， concrete 简单一点啊。我们能不能模仿一个它？模仿写法，我猜测它里面应该是这么写，当然不会写我这么简单，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concrete 等于一个 fraction， 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后面 concrete 要有一个参数，要传入一个新数组啊？是不是要有一个传入一个新数组，对吗？是不是要传入一个新数组，对吧？它可能会传入其他多个数组，我在这就举例传入一个数组，明白吗？传入一个数组，那我们在这里就使用 this 什么呢？我要把这个 array 一当中的所有东西干什么呢？ for 循环出来， i 等于一个 0， i 小于一个杠什么呢？ array 点什么 length， len length， 然后再是 i 加加，然后再紧接着循环是 this 点 push 什么呢？杠 array 的 di 项。我这写简单啊，实际上它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他是不是还有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啊？是不是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我这后面还可以填再填参数，再填参数，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暂时不管那些。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我把这个 concat 写成 concat s 吧， concat 一吧，起个名字叫 concat 一啊，就这样啊。这个方法是不是我写的？这是我写的，我模仿 concat 写了一个底层，明白吗？方法写完了以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能达到 concat 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上面是不是写好了一个 array 一了，是吧？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array 一点 concat 一，看到吗？然后括号，这是不是我上面刚才写的 concat 一？括号放入了一个数组，这个数组有个7890，哎，放入这么一个数组。放入这个数组以后，我们在这里最后再有一个什么呢 ？return 什么呀 ？this， 是不是 return this？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返回一个新的 array 一，对吗？是不是返回一个新的 array 一？返回一个新的 array 一。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使用 concat 时，元素都改变不改变？元素都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是吧？那不改变应该怎么办呀？不改变，它实际上就在这里使用一个什么呢？使用一个新数组，听明白了？使用一个新数组，先把元数组元素放在这个新数组当中，听明白了？先把元数组的元素放在新数组当中，先把元数组元素的放新数组，也就是说，我们把元数组内容全部复制进去。那元数组内容怎么复制进去？是不是先便利一点？咱简单写，就便利一点，大家能看得懂的啊。for where g 等于一个零 ，g 小于一个，小于什么呢 ？this 点 length 是吧？这是不是元数组的？是元数组的吧？所以这个 array 点 push 谁啊 ？push this 的当中的每一个 g 项，对不对？然后再怎么样 ？array 点 push 下划线 array 的点一下，对不对？最后再把 array 干什么？传出去，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array 一、array 二，我们在这儿 var array 二等于一个 array 一点 concat 一它的，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是不是达到目的了？我们看一下 array 二，再看一下 array 一，那我们看到结果是这样的，啊，结果是这样 ，array 一是不是没变 ？array 二是不是把里面的东西都连在一起了？没事吗？是吧？OK， 那里面代码里面肯定不能写成这样，这多烂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明白，它是不是里面就操作了一件这事儿，对吧？好，那现在操作了一件这事儿，那我们现在啊，我不是这么写，我这么写，我在这里呢 ，var array 二等于一个 array 一点什么呢 ？concat 一，就是我刚才写的那个方法吗？concat 一，然后点 call 把谁放进去呢？把我们新的一个数组这个替代进去，不是这样写啊， array 点 prototype 点什么呢？点什么 array 点 prototype 点 sleep concat 一点什么 call点靠把我们新放进一个数组，也就是 array 一，干什么呀？放进去 ，array 一放进去，就 array 一放进去，是不是这个 array 一进去以后就替代了里头谁 ？this 是不是？第二个参数有没有被替代啊？有没有第二个参数？没有第二个参数是吧？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把我这个数组重新返回给 array 二了？啊，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很多个 div， 我举个例子，我在这上面有很多个 div， 我们大家知道这有很多个 div， 当我们在使用时，我们在这里不是用 array 1，而用什么呢？ document.get.element.by.tag.name 获取的这个 div， 我把这个获取到 div，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获取到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 html collection， 不是数组是吗？是个列表是吗？当我进去以后，这个东西列表是不是就变成 this 了？是不是这个列表有没有 length 啊？有，是不是有了我们就可以把它里面每一个值传给 array 了，替代了 array 以后，是不是最后我们返回出来 array 2，这个 array 2就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应该是个数组，对吗？看一下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数组。哎呀，谁没有 length 啊？啊，这个 length 不能为空，因为我在这儿这个 array 是不是没替代进去？是不是没放进去？我们在这儿需要写一个啥呀？写个条件，如果 array 怎么样？什么不存在时是吗？ array 如果不存在时，我们就按照杠 array 等于一个杠 array 等于一个什么空数组这样写，能明白吗？因为你可以可能没放进去是吧？没放进去我就让你空数组，空数组循环不循环？不循环是吧？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数组？瞧，瞧见了吗？啊，这就完成了一个假设性的 concatenate。那当然 ，slits 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完成 array 点 pertab 点 concatenate call， 因为这个函数我们就是写在这里头的 ，call 进去这个内容，带进去替换其中的 this 完成的。但我写这个肯定不跟人家那个语言底层的那代码是不能比的，这太烂了。但是知道一下这个原理就行了，知道吗？知道一下原理啊，目标我们都一定清楚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这里的 call 就是去把你外面的对象替代进去，去替代了谁呀？ this 的目的，替代了 this 的目的。OK。写一下，说太急了。好，下一个。讲了半天，有同学还听不懂。下点劲儿啊，听不懂下点劲儿，下点劲儿，争取把这个搞明白，搞不明白就问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你尽管。但这个东西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call 和 play 还有点不一样，其实它又有点类似 call 和 play。 我们在这里呢，上面这个 array 上面这个 obj 这个 faction 还看到了吧，还是我们拿它来说事，拿它来说事。那么在使用时，我们可以在这 fne.call 里面直接就带入参数啊，带入要混入的对象，然后带入混入的对象，注意带入混入对象，比如说我们要混入一个 obj， where objs 等于一个对象，我们把这个 objs 带进去，objs 带进去，哎，这是 call 是吧，是吧，然后在后面再写入35对吧。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时候 objs 是不是就变成下面有两个属性了？好，把它先放一边呢，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fne.band 里面呢是这么放 objs 不放参数，不放参数，参数是不放的啊。然后干什么呀？括号35，哎，这样玩的，括号35，也就是说这样写它意味着，就是说你这个函数里面的 this 就给我绑成 objs， 明白吗？而括号后面那是干什么呢？那是执行函数呢，知道吧？那是执行函数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如果不写括号，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里会有一个，比如说这叫 fns 等于一个它，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就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fns 看到了，这个 fns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属性那个方法，是吧？ fn1 的方法，只不过里面的 this 都变成谁了？都变成这个 objs 了，听清了吗？好了，当你使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直接干什么呀 ？fns 括号10 15这样使用。使用完了以后，我们在这里 console.log，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objs 的值是不是就改了？大家瞧，是不是？
它和我们刚才 call for play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call for play 直接调用执行 call for a play 直接调用执行，但是 band 可以仅绑定，仅绑定不执行啊，使用括号后续再做执行啊，方便用于什么呢？回调函数绑定啊，回调函数时候用于绑定的，是不是啊？普通的函数，那你直接执行它是用 call play 行，那么回调函数你用 call play 就不能搞了。你想回调函数你用 call play 那么一执行，那还没执行呢，先还没回调呢，先执行完，对不对？那么肯定不现实。那这个就用于谁呀？回调函数，用于回调函数当中啊。怎么用？哎，怎么用？这个很重要哈，怎么用很重要。我们来写个怎么用。比如说在前面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那个 this， 尤其在事件面向对象当中，事件混乱的问题，事件对象当中 this 混乱的问题，我发现了吗？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写的 class 我们在这设置一个 box， 简单写一个，我们早期写那个还改成 ES6 了。按 ES6 了。然后我们在这写一个 constructor 当中放了 parent 是吧？ parent 里面我们在这写了一个this.books 等于一个 this.init.create 是吧？然后把这个 parent 放进去，以前写过这样的代码，对吧？然后这个东西里面就写一个函数，函数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parent parent 对吗？然后函数里面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判断如果成了 this.books 怎么样满足的时候，我们就 return this.books 是吧？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是创建呀？对啊， div 等于一个 document log div 等于一个 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 创建了一个 div， 然后紧接这个 div 设置了个样式 object assign， 你看不用解块特别麻烦啊。div.style 设置样式，样式当中设置了一个宽度等于一个50像素，然后高度等于50像素，然后设置一个背景色 background color 等于一个 read 啊，然后紧接着再设置一个 position 等于一个 absolute， 然后紧接着我们把这个对象放在了我们的 parent 点 append chart 来 append chart 放入了我们这个 div 对吧，放 div， 这是 return 返回了一个 div， 就我们在前面都学过的，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要给这个 div 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增加一个方法，是拖拽的方法。我们准备写的这个面向对象类里头，拖拽，那写过很多次了，是吧？很头疼里面的 this 啊，头疼吗？头疼啊，我们就用 call 来用 band 来绑定来解决它。那我们在这里使用是 div.event.listener， 我们在增加了一个 moose down， 然后在这儿写了一个 moose handler， 在使用 moose handler 的时候，我们在这儿使用了一个 this.moose handler， 然后我们在这底下是不是就设置了一个 moose this.moose handler 对吗？然后现在在这里使用时，这个 this 应该是谁？
DIV 是吗？是不是 DIV？ 是。我特别生气，因为我要调用其他属性的，我要调用该类下面的所有的属性的，那我就没办法用那个 DIV 了，对吗？对吗？我用底下这些属性啊。当我按了，我希望执行一个。当我按下时，我希望执行谁呀？我希望执行一个方法。我希望执行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 play， 打个比方叫 play。这个 play 方法就是打印了一个 a， 打印了一个 a。那我们在知道这样我们执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里写什么 this 点什么 play 是。那么我们如果这么写行不行？因为这个 this 是谁？是个 div， 而这个 play 是在外面的，对吗？是不行的，不能用的。那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写，this 点什么呢？ this 点 moose、hander bag 起个名字，这个属性等于什么呢？等于它这个函数点 call 点 bag 点 bag 谁呀？ this 点 bag this，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函数给它绑了一个谁呀？当前的 this 是不是？当前的 this 是不是？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就带到这个里面，听明白了吗？它就是被绑的这个方法，听明白了？然后紧接进入到这里，现在你就可以 this 尽情的 this play 了。哎，现在你就可以尽情的 this play 了，相当给力。来，我们扭一个哈，我们在这里 where light box 等于一个 new 什么 box 是吧？ new box， 然后紧接着你在这 document 点 body。这么写是不是？然后再是 box 点什么呢？点不用 box 点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鼠标事件的嘛，对不对？然后当你怎么样？当你往这儿一按，如果出了 AA， 就代表对了，对吗？这不是 OK 了吗？这不就绑进去了吗？是不是？是绑进去了吧？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的 this 就不再是原来的谁了，原来 div 了，就不再是原来 div 了，听清了吧？啊，就不再是原来 div 了。那么这样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更方便了？至于拖拽我就不在这写了，再写就太费劲了，都写了好多了啊。你可以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就把 this 给扔进去替换了，是吗？我不需要再写其他内容，所以 bam 在这里我们使用起来也更怎么样？更方便一些。OK， 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理解这个 bam 了吗？ bam 是干什么？是绑定函数，但是不执行。bam 是绑定函数，但是不执行。啊 ，bam。绑定函数的 this 为混入的对象，但是函数不执行，是吧？ call 和 play 呢会怎么样？会执行的。记住，以后你要想混入某个对象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我这个函数是当时就执行呢，还是回调再执行呢？如果是当时执行，你就用 call 和 play； 如果是回调再执行呢，你就用谁？ bam。 当时执行时，你也要考虑到我这传入的是一个数组呢，参数是一个数组呢，还是独立的某一个值，是不是？如果是数组，我们就用 a play； 如果是独立值，我们就用 call。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太棒了。哎呀，说的口干舌燥了。好，我们